为什么你用那么多美白精华还是美白，而我从天生黑变成黄二白，粉底色号呢是直接提亮了 1.5 个度。说白了，你的美白思路还停留在二级。我坚持美白9年了，今天一招教你5G美白，当然要得坚持。美白它很特殊，稍微一个不留神就会脱色，很多厉害的成分呢都被一些国际原料大厂捏在手里。但谁说咱们中国成分就拿不出手呢？来自新疆的三好学生光果甘草根提取物，不仅更温和，还能高效淡黑，从里到外给黑色素来个大扫除。甚至因为提取难度非常大，还被称为美白黄金。冷门国货美肤宝呢，用的就是它。他家在新疆呢有自己的联合种植基地，从原料种植到研究提取都是制作，把最好的都留给了自己。不仅把提取物的纯度从90%拉到93%，又通过现代的包裹技术，让光果甘草根提取物缓慢释放，吸收起来更快更温和。再搭配三大明星成分给它打辅助，3%浓度传明酸淡色沉，烟酰胺加维 C 衍生物抗氧提亮，一手把你脸上的黑黄红都全包圆了。我用空这么多瓶，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不仅白得快，也不会反黑。就算连熬几个大夜啊，素颜的状态皮肤都是透亮的，而且质地呢很舒服，清爽的蛋清质地，抹开呢就很容易吸收，脸也是润润的，油皮夏天用呢也没有压力，相当于是你花一丢丢钱就可以体验大牌级别的美白效果，性价比这一块呢就直接拉到了顶。无论你是晒黑想白回来，还是想把脸上的斑斑点点恢复出厂设置，美肤宝的小白瓶精华呢都能给你清洗。更多美妆 tips 给他们哦。